大家好啊，欢迎来到开封青楼的圣诞特辑。话说又来到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啦，跟大家讲翻句圣诞快乐先。又不知道圣诞节对大家来讲又有什么意义呢？放假。放假。对老师来讲就是等我们可以有一个充实的假期去改埋剩低未改的东西。是庆祝耶稣诞生。我觉得圣诞节的意义就是庆祝耶稣的诞生。同 friend 一起玩咯，咁梗系 best five 35同埋出铺啦。唔知道喎、啊，冇意义嘅圣诞节。想问下 Miss O， 你喺圣诞节收过最服嘅圣诞礼物系乜嘢咧？系一包花生嚟嘅，系检测棒，即系我好俾心机去买咗一份50蚊嘅礼物，跟住我竟然收翻系检测棒，仲得一盒，系啊，拖鞋啊，拖鞋啊。酒精搓手液一樽，厕所板，点解 BB 用嘅厕所板？种嘢嗰啲土啊，系 baby food 咯，即系啲 BB 仔食嘅嘢食咯。咁然后我就摆咗喺屋企雪柜，唔知摆咗几耐。我样样都好喜欢。嗱，大家见唔见到啊？最服嘅圣诞礼物啊！你觉得一个 Elsa 送俾一个？都不是那么好看的男仔，简直是雪上加霜啊！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Merry Christmas！ 我方 F 四祝大家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大家圣诞快乐，考试加油，拜拜。Okay, Merry Christmas, guys. Hope you have a nice holiday time. Bye bye.